给您者岳云鹏孙烨。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，刚才我们节目说得多好，中秋节传统的相声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这场呢又把他换上来了，跟大伙介绍一下郑老师。孙老师，孙悦孙老师，您靠相声说得不错，是吗？之前的几年呢没有怎么表演这个相声，之前也不干了，在之前呢失踪了一段时间。失踪了，有一子流落在外。孙老师很幽默的一个人，是一定幽默，相声说得很好，口齿伶俐，表演大方，您客气，那是郭德纲。刚听他了，我现在您也不错，别说哪说我，您相声说得也很好，听他了，听说你这个相声演员演技都不错呀。哦，这个演技啊，有点小演技，是不是啊？那您看看我，看什么？看我像一个干什么的？吓我一跳！干什么？我得看看男女呢，我。这还用看吗？看您这干什么的，是吧？啊，在这儿不好说。哪好说？北京火车站送您两个字的口语。站长。小偷。有我这么多小偷吗？哦，对，我忘了，不能有这么多小偷，太好抓了。不知道你不要瞎说。您怎么了？上来就问我，您干什么？我哪知道？我是一名武刀将。什么？武刀将？刀武刀将？嗯。哦，没事，还耍耍刀还行。人不耍耍剑？武刀还少见呢。武刀吗？武刀嘛，五行一枚。谁呀？武刀。你还有行一枚？啊，武当家都长狮子了，该长的是长呀，狮子不是什么，不是我，对呀、啊，那叫武当家，对，武当家，武当谁呀、啊？我，你还武当家呢？啊，你还是武当吗？你说吧，不是我没瞧出来，你还武当家？那我给你提个人你就知道了，我、哦、提人我就知道了，对了，谁呀、啊？瓶子，哦对，我知道罐子，我知道。谁叫罐子呀？谁叫瓶子呀？杨丽萍，你杨丽萍，你受多祸害！杨丽萍别这么谈的了，拿我当杨丽萍了？哎，什么叫当着？杨丽萍是我的徒弟。孔圣母的呀，就应该我奶奶呀。来，各位演吧。你徒弟。咱别闹了，别闹，人家怎么了？小四十奔五十的人了，五十多了，徒弟啊，你多大？73呢？哎呦，你都73了啊！哎呦，那还没结束呢，这叫结束了？你不活坎上了吗？这很正常啊。哦，这谁都经过这个是吧？是啊，我们73，你怎么这么年轻啊？面论吧，啊，面论。保养得好，哦，保养得好，大宝啊，大宝还，连胡子都没有，刮了，疾病风速3，这个刮的忒干净了，那连根都去了，不再玩笑了啊，人家说我不认识我情有可原，我真不是这么大岁数，因为我呀，不经常生活咱们在北京。不在北京，在哪？河南。在河南不北京吗？外国。哦，那不在中国，在外国。对吧？在英国，英国大伙都知道，啊、英国是一个很失身的国家。哦、在哪个国家？当然，那失身的国家，人跑那国家吃亏去了。您别跑这儿报仇去了。这吃什么亏呀、啊？您在这儿做外国人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跑那儿吃亏去，我有那儿血统啊！吃这还有血统啊？你说辈儿辈儿吃亏不着？我父亲是中国人，我母亲是英国人。
你说这我就明白了，明白了吗？不是我理解对不对啊？您这情况来说，在中国啊，按植物学来说，您那叫嫁接；按动物学来说呢，叫杂交。就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这个中外合资。以您这个面相来说啊，属于中方控股。按北京胡同话来说，您就是串儿。这方面，我跟你熟吗？什么熟吗？什么叫串儿？好听吗？那确实就是串儿啊！你说混血儿不就完了？混血儿就是串儿。那你说混血儿那不行，就是那多音字儿那玩意儿，就得串儿。哎，王爷，串儿都不行，就得串儿。反正我经常生活在英国。哦，你不是我。什么英国是一个很失身的国家吗？失身什么的不？不是失身，英国是绅士啊！排球不是失身运动吗？排球就是失身运动吗？对呀、啊，有个台子就是失身是吧？那是排球知道吗？那不是床，有不着床。满脑想什么？没想什么呀？不过就是绅士，对绅士。是一个很绅士的国家，好绅士。英国去过吗？有，没去过。满面，满面。我一直在这儿英国话。英国郊区的话，是英国吗？这个。我这么跟你说，在英国我太熟了。没熟。英国的报纸拿过来就读。哦，那您这是英文呢？英国的路抬腿就走。哎，这话真懂。英国的饭张嘴就吃。我比您吃的多，知道吗？什么能耐？不是还有饭，谁不是张嘴就吃啊？英国的餐厅见过吗？英国的餐厅啊，我都没去过，我哪儿见？我跟你讲讲，好讲讲。英国的餐厅，打外边看好像一个大花园一样，哦，环境好，特别的漂亮。哎呦，没有围墙啊，哦，就通透的，特别安全，没有围墙，但是有一个门在那伫立着。哦，有一个门。这人呐、啊，进去的时候得叫外面的，没有围墙，对。我一门在这伫立着，这门框安哪儿啊？先觉的呀。这是一个啊，先觉了啊！人家打老鼠夹子啊，老鼠夹子，这是好看吗？这个好看，好看。不行，你试试。我不试，我就拍着我的。哎，从门那儿进，进去一瞧啊，门这儿进来的院子当中。有一个水泥磨的洋灰池子，您绕不绕嘴？水泥是洋灰不一样啊？大家按照你的意思啊，有一个水泥磨的水泥池子，这太洋灰磨的洋灰池子，说一样都行。就是一个水泥池子，水泥池底下有一胶笔管子，胶笔管滋滋滋往上冒水，哎呦，这叫什么知道吗？这叫什么呀？露天浴池，哎哎。我在那儿洗的澡啊，通透的，对呀、啊，洗过澡吗？洗是洗过，我那地方没洗过，我洗过，这那么通透就洗了。哎，洗澡第一步，朋友们教给你的啊，什么呀？脱衣服。哎，废话，脱衣服在皮上了，把衣服都脱了，往身上打水，先弄湿了，先把自己闷上。闷上了，这个腿，朋友们，打椅子。椅子？您这都谁教给您的？郊区的话，这北京郊区的话，椅子不叫肥皂啊？对对，肥皂肥皂，肥皂小椅子，哎，打小椅子。没有，打肥皂小椅子。你说打小椅子呀？不是，就是肥皂，打肥皂。说回家，你在吗？他怎么知道说回家？您要在这儿洗，谁看不见？上半身滴露，上半身的滴露，后背八四，睡得烧秃皮，你浑身上下都是泡沫。哎呀，这会儿开始冲，哦，就拿淋浴冲这个。哎，不是淋浴啊，
么的？有这么大的吗？哦，那是尿屁管的。往上呲水，那冲的时候不好冲。那怎么冲？得这么冲啊。这还冲，这么冲多费事啊！你坐上冲不好，坐上冲啊！干嘛？里面都干净了，凉，还疼呢，凉什么呀？没这么冲过凉啊！冲完了，擦一擦，穿上衣服，迈步往里进。英国大餐厅，它有门，知道吗？废话，哪国餐厅有门？跟咱中国的门不太一样。中国的排档呢？中国的门单扇门，哦，单扇开；双扇门，双扇开。它那个四片门，哎，四片玻璃门，交叉着，中间有一根柱子，哦，十字，哎，四片玻璃门，进的时候不好进，怎么呢？不能走坏了，走坏了，碰脚中间，那走慢了，碰脚后跟，前后都不行，这么进，怎么进呢？走。总算是进去了，我进去瞧呗。哎呀，好家伙，外国就是外国，这么不一样，哪儿不一样？屋里头的建筑跟外头的建筑一模一样。屋里头也有一个水泥磨的池子，还有泡沫呢。孙子也转着的，骂什么街呀？骂街都轻的，我告诉你，给你戴眼罩的都转死了，拉不住啊！你才女的呢，你才女的，转死没完了是吧？六柱都停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反正后来又进去了，哎，后来又进去了，跟旁边有个蹭人。闪身进去了，我就进去了。打那边过来一个门童，啊，是门卫，戴了一个红帽子，哎，对，这个是红衣服，很干净，冲我就过来了。啊，我不爱瞧他，怎么呢？长得也不好看。哎，你喜欢这个？我拿我就这膀胱这么一扫，迈步往里进，没穿似的。这怎么没穿呢？不是什么叫拿膀胱呢？什么都不懂，我还真没懂。告诉你啊，告诉你啊，往前看，这叫直膀；往两边看，这叫膀胱。我有俩膀胱。余光多先进啊！哎，哪个鱼啊？多余的鱼，余光啊，余光，拿余光这么一扫，哎，对，但是他还是过来了，我还是过来，抄我叫我这个弹筒帽。哦，你把弹筒套脑袋上了？弹筒帽，帽子吗？什么叫弹筒帽？跟弹筒似的。绅士帽，绅士帽，礼帽，哎，递给他，递他，给我放在衣帽间。哦，走的时候还给我，我都还给你。我问他了，他说给我。哎，对。你们还戴口罩顶着冬天呢，冬天冬天要说您就露天洗个澡，这个不错啊，那是对啊，递给他，哎呦，这个眼镜，我递给他，爸爸眼镜也戴，皮眼镜，哎，递给他，看得见道隐形眼镜，扣给他。老妈，冬天去哪里？围脖。哎呦，我毛衣开了，这么多圈儿呢，新相印的。手指这位，给他毛围脖。哎呦，您戴多少围脖？给他。哎呦，脖子套。还穿着链子来的。给他大棉袄。大棉袄。
他，嗯，大棉裤，被子套给他，大皮衣，哎呦，真棒，给他，大皮裤，给他，大绒衣，给他，哎，大绒裤，给他，这三件套，大毛衣，给他，哎呀，大裤，对。您都接着给您吃的大胸衣，大胸裤，大蓝裤，大内衣，大内裤，大内裤，别给我了，都给你了，你这浑身窝里干嘛去呀？你咋了？你不知道怎么着？英国餐厅啊，煤球炉子烧的特别热。这是英国餐厅啊，煤球炉子吗？那再热你也不能光着呀。热呀，热得开着点。行，那我穿秋裤。哎，这这，裤衩都不穿了。穿秋裤，哎，迈步往里进，找一个比较干净的沙发。你那手干嘛呢？没松紧带。这秋裤没松紧带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合着你这拿裤衩崩着呢！你准崩过！那你看最新的一根松紧带呢？你怎么知道崩裤衩里啊？那崩的是老大呢！对，就崩那儿。你哪条松紧带儿崩了？找一个比较干净的沙发，嗯，往那一坐，显得我特别的绅士。咱们说英语，对英国餐厅说外语，他说外语，他服务员说吧，小二，这是小的呢，怎么？这长裤子，穿到这儿。您这小二是英文的啊？外语啊？这怎么说外语？咱在外国呀，小二就是外语啊。不是那个，咱这思维方式可不一样。就让他理解你英语啊，英语小兔，小兔，哎，他也不是兔吗？这小怎么办？小兔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别别别，喊飞腿，飞哪儿？啊，喊过去，过去，就是不过呀，过去，就拍死他。先生，能吃点啥呀？我说他是什么导师都冤枉，和他不一样。等会儿呢？打人呢？打人？整流泪？整流的？整流的？啊！来来来，不跟你废话了，导师打工去啊！点菜，能吃点啥呀？说呗，那这是个大餐厅啊，大面馆儿，不太近呐，不太近的。说吧，啊，我来一瓶勃兰地。哎呦，哎呦，那喝洋酒还勃兰地呢？人都懂 XO。哎。人头马 XO， 面包果子酱，带两块上来。这还是憋着吃面呢，这是。三不管一次，哎，三不管，咱走，快干干。别费了，等会儿，挺好，面包果子酱就两酒嘛，您就两块算了。你不懂，我怎么不懂啊？英国大餐厅
旁边都是舞厅，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舞蹈家，都知道我在十三岁没有断奶的时候就跳舞了。他们经常过来请我跳舞来，我不爱跟他们跳，我就吃蒜，吃蒜有讲究，干嚼不能咽，咽完辣心，嚼完吐了就会嘴里这个味儿，知道吗？一会儿过来一个庙里的女郎，庙里的女郎是吧？过来个庙里的女郎，您说那是尼姑啊？中国的窝吗？我批评。过来小姑娘都叫你女郎，就长得很年轻，你长得很年轻，过来请我跳舞啊，闲人，哎，好什么呀味儿啊，请您跳舞吧，当家服务员，我不爱跟他们跳舞，是吗？我就这样，怎么应对？Oh my god！ 我心里已经我累，缺德，缺德。缺德我没去过哪儿见呀？中国的呢？中国我知道，什么样？有那个迷宫灯什么的啊，有这个池，完了有这个吧台啊，啊有乐队，对对对对，啊乐队在这奏这个跳舞的曲子，对，没错没错吧？他那个英国呀也有乐队，哎都得有啊，跟你们中国这个曲团乐队不太一样，哎，那能像吗？曲团乐队什么琵琶，哎好，对吧？都乐民乐，什么二胡，哎二什么笛子，什么四胡，什么笙啊。人家那都不一样，人家都一样，人家是不一样，人家都一样，怎么会？我觉得连笛子都这样，这干嘛呢？啊，笛子，笛子，干嘛？这样，笛子这样，哎，演奏成这样，那还不知道？哎呀，英国那个不一样，啊，英国怎么了？英国首先说啊，嗯，那个乐队有一个什么呀？黄金做的小便池，在那吹。这得多少钱的人尿啊？不懂，谁不懂？到处音乐特别好听。您那说乐，其实咱们中国那个超市一般都有那个音乐。啊啊啊！回家了。啊啊啊！萨斯玩儿，那个。就那个。萨斯。对，萨斯玩儿，知道吗？萨斯。萨斯。我拉死了，知道吗？什么？萨斯，萨克斯，哎，萨克斯。你没听懂口音啊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松紧琴，松紧琴，我看你松紧琴我就生气，你叫什么东西？我没听见。总的来说呢，刚才说的是餐厅的事儿，咱说说这个跳舞的事儿啊。这回来
来这个北京啊，跟这个什么瓶子呀、什么篮子呀在一起探讨去。篮子，菜篮子，菜篮子呀，不是篮子吗？稻米篮，稻米篮怎么能叫篮子？那你叫刀子？哎，我怎么？我叫您辈儿大，美子，美子行吗？篮子呗。哎，探讨一下这个舞蹈艺术，是吗？哎，哪天吧，今天天也不早了，啊，干嘛？天也不早了，我跟你们聊一聊这个跳舞什么呀？啊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不，对不起啊，干嘛呀？松开，谁呢？松开，依然有触感。您说完你着急走？什么？没有这事儿。您是不是因为我跳得好，您就舞蹈家了？对呀，跟我们来一段，在哪儿？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来独舞，来不了，哎，怎么来不了？一个人怎么跳啊？是不是？独舞还不行呢？干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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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我，干得好，你什么意思？非得俩人跳？最少得俩人，改天吧，改天那个天桥广场是吗？干嘛有秧歌的？有什么秧歌啊？天桥广场的话。我也是毛遂自荐的，我跟你来回来。谁呀、啊？我呀、啊。你吧。还怎么回事？常见的。什么叫去你？就您这，你怎么跳啊？我是您不明白。我说明。Yeah.